那个时候好像才十一二岁，看到一部好你妈奇怪的电影，讲的就是一个女人穿着一个好短好短的裙子，然后在一个坡坡上骑自行车，全程这个裙子都是飘起来的，但是这个女人一点儿都不介意，反而是好开心好开心。这个场景真的设计片，你说这样多钱不大家看哦，你将你龟儿子出去这么多年，我看起王世杰是真正的作品。台词说台词，他拍啊，没拍了。